你要的证据我找到了。我说过下次见面就是你的死期。严谨不仅只有你一个女儿，除了你之外她还有25个孩子，这些事情你都知道吗？这回你又编什么故事？我没有编，严谨其他的孩子都已经死了，下一个就是你。证据呢？证据在哪儿？就在这里。爸爸是从来不会把重要的东西留在这儿的。我想你根本就不知道严谨在这里有密室吧。不可能，你别在这信口雌黄了。看来严谨就没有真正信任你。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这就是真相，这是严谨一手策划的。严谨一孤成长计划，严谨他们伪装成国民党军警，趁乱屠杀进步人士，然后收留这些遗孤，这些孩子从小接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洗脑教育，接受是非人的特工训练，等他们长大以后都成为日本人的杀人机器。他们只知道为军国效力，因为他们仇恨中国人，感激日本人。这份档案里的26个孩子，每一个都是严谨收养的，他们每一个都管严谨叫爸爸。你编这本册子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吧？还要我怎么证明你才能相信？我以父母的在天之灵向你保证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西西，你现在必须尽快做出选择，因为严谨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看在你费了这么多心思的份上，我今天就先不杀你，快走。有些事情你必须得面对。这颗红宝石是我父亲临死前在仇人的身上扣下来的证据。